听说这支剧情超大杯，等等一定要好好看。四万二够吗？不用紧张，随时可以充值。但我觉得应该够，应该够。不用啦，哪会抽到四万？哪需要四万八啊？搞什么东西？不要讲这种小鸡巴话了，才不会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先处理肚子吧。这里，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为师帮他们买一套泳装了。感觉他们这个，毕竟这个兔子小队这个比较拮据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今天的运气，200抽两只都有，不含保底。这有分池，你要去那可以啊。啊，我这里50抽出货，隔壁的150啊。档案的最棒一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他抽到可以去隔壁继续补到200，这就是档案厉害的地方。来开盘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这样 ？We are Robbies。那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又可以用了。为师也来游泳啦！为师又来游泳喽！有度数吗？老师讲没有，我看不到。我要这样，靠背这样看起来抽起来神经病。怎么说，各位这个造型，今天不错吧？这个造型今天不错吧？六眼，哈哈哈哈。好啦，今天这个造型就是为了跟我最爱的兔子小队。欸，各位，目前未来档案有跟康青龙合作哦，只要你们去跟店家里面这样一起 ，We are Rabbits 就可以拿到未来档案限定的周边，记得要这样哦，兔子 ，We are Rabbits， 感觉会射死，靠背，结果看超多人去比耶，好了啦，档案玩家。整天在家里说什么不敢做到现场，还不是身体是诚实的，内心就想做，在那边演什么？来了，还好我对兔子小队没兴趣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干犊子，这个超香超赞，出发了，阿盘结束了吗？哪来射死？我拿了3个饮料袋了，干得好，很轻松。出发了，来，要抽兔子就要画兔子，来，我画个可爱的兔子好不好？圆圆的脸，兔子耳朵，再一个眼睛，哇，100分！懂了，游戏开发部冷静。干等等，等你游戏开发部不来搞吧？等等，爱丽丝跟绿是不是来搞？哎，不过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再给你们看。哎，你们有这件吗？这件我记得之前有卖啦，这件真的赞，游戏开发部的衣服。游戏开发部收集中1/4，闭嘴！有啦，肚子为师来了，准备玩水水，来啦！为师出击，谢谢大家。笑嘻肚子同时拥有，这就是为师的厉害。这就是蔚蓝档案吗？来了，各位，背景海边，都子准备好了，荷叶边好看的泳装，手拿游泳圈，准备与为师一同迎接美丽的海岸。好像怪怪的，没事，还有一个。我救你们，有可能两个都歪吗？不可能！嘿嘿嘿，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大家不要紧张，档案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容易不小心抽歪一点点的游戏，偶尔会歪一点点，那也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了。真的以为我没有其他兔子？兔子小队集合，兔子来了。玩水水咯，其实他这样蛮好看的，其实他带挖镜还蛮有料的。泳装也来一下，泳装就不用了啦，这个就够了。嗯，好像没料哎、欸，哥哥这是粉红色的、欸。哎嘿，来啦！各位泳装兔子兄弟，交给你了，满满的兔子，满满的兔子要素。我就问你们，这个游戏还有可能继续歪吗？来了，这就是你们要的。游戏开发部，刚刚谁说今天会收集游戏开发部四人组的？怎么那么酷？
来了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我感觉今天很不妙哎、欸。通常我这个游戏只要前面歪超过三次，我就有200，不然就是没有踩，然后第一个就中。不行，这里逆向操作。现在爱丽丝等等就不会来了。逆向操作。每次爱丽丝，乖乖躲在这个房间慢慢准备。维斯先去海边了，再见。会长不可能保底了吧？闭嘴吉祥物。你自己问南奈，南奈对不起，彩奈对不起，我明天就去看青龙，买我们兔子小队的饮料。您可以这边先把肚子给我吗？那放肚子看看。重点来了，我没有原版肚子啊！重点来了，我也没有原版肚子，我跟兔子小队极度没有缘分。美优、萌、兔子全都没有，小西还是三次不到的。我跟兔子小队没有缘分。我老实讲，原版兔子我也能接受了，因为我没有。来吧，兔子。完蛋。哎，对，我是不是要画瞎子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都忘记他们的任务是要来找瞎子了。好，马上画一个瞎子。瞎子。You will my hand.给哭，这汉堡啊，这李欣啊，看不出来是不是？你看看你们的大丸李欣啊 ，Wins 最强的打野角色，瞎子李欣盲僧，我是辫子来不及货、啊。再给你们看一下，脸瞎子，来这样像了吧？瞎子，哎、欸，完蛋，连彩肉不出了，我连彩肉没看到了，救我！救我！不要去救我！哎、欸，完了，这里不能花太多哎、欸，只有连发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要放谁才能吸引到肚子啊？原本笑笑还没看剧情啊。其实兔子小队，我想一下，之前主线跟谁互动蛮多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看的？小虎，你竟然自己跟笑西清枪，需要润？我操！没有啦，那个清枪本来叫润滑油，大家不要紧张哦。我们未来档案它是这款游戏有跟你，就是毕竟可能有些人还没当过兵，就是跟大家稍微。讲解一下，你在清枪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上润滑油，它会卡住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清枪开始，清枪预备，然后把润滑油狠狠的塞进去。OK， 出发。有啦，果然需要笑嘻，就是你笑嘻，等你很久了。来，我真的要画一个瞎子。瞎子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，我来，我怕你们，我瞎子，你们想换哪一种？好了，来个顶级瞎瞎好了，顶级瞎瞎，瞎瞎最好是画这种形状，一个这个。各位，我这瞎子有点难画，不是怎么画啦，来不及啊，大家不用紧张了，好不好？我的角色已经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我对他们的爱，是爱啊，米娜桑。没错，兔子就是现在一骂大，我操嘞，兔子！啊，怎么是你注意？等等，会不会大黑兔也来了？我开始有点紧张了，怎么办？还是笑嘻实抽？搞不好兔子在搞，救救我，笑嘻！不灵牛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刚刚抽灵牛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快不行了！真的，小兔子来了！哦，我的天！我不要失败，我不要。我不要亚达，亚达。思考一下，再回来肚子叫我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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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难道抽一只保一只这么困难的吗？我就只是想要抽一只保一只。就不能让我开开心心的吗？档案。我想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十连很关键，这十连我觉得会海底。
但我要放一只角色，我得放一只角色，才有办法改变这个磁场。我想我要放谁？还是放局长来抓人？巨乳哟，好了啦，游泳装再等一下啦，再等一下啦，还没来啦，泳装还没出啦，再等一下啦。好，扁奶帮万岁，扁奶帮万岁，有啦，还得是你来用。是你了吗？海底捞月，抽一只保一只，我最后的波纹要画什么？各位要画什么？画什么能改变我的命运？嗯，我感觉我这个兔子已经不错了，就是这个白毛荷叶边连身泳装游泳圈，最后好有感觉，超大杯有料。太神啊！海底捞月是正式存在的，相信巨乳又没有，又还没换泳装啦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哟西，太棒了！最喜欢老师了，所以呢。麻痹的小队都能咬了，以后要尊重巨乳优，真的好强。没错，笑嘻，我也要。一跟二，兔子小队。哎，要先看谁的剧情？我想看独子的啦，我比较喜欢独子。那抽一只保一只还行啊，有活下来了啊！抽一只保一只，活下来了。